ICAC 查嘅一单海关涉嫌收黑钱案，放一啲去指定嘅车辆过关，唔使做检查。啲黑钱无论喺边犯罪嘅，经我哋清洗完，点查都系干净。我唔相信一个社团背景嘅人会搞个 ICAC 调查员，我相信佢背后一定有一个人。7月15号，有1200万存入你个人户口度。 解释下，我都好想你哋查得清清楚楚，我都想知道个真相系乜嘢。个真相会唔会系查贪污嘅人自己贪污？你知唔知而家出面好危险噶？黑白两队都挂紧你，你究竟搞紧咩？我出个人先。 咩连住佢噃？我真系乜都唔知嘅我，你信我啦！你下下都喺沙泥板咁盯住佢，有必要？我哋为香港嘅法治守命，系好讨厌嘅。